来啦，我等那么久，知道我的心意了吧？老板，我懂了，你今天眼睛不舒服吧？我哪里眼睛不舒服啊？哎呀，我刚跑出去给你买了一副墨镜，来，快戴上。谁要你的眼睛？你眨一眨的，我都没办法工作了，你说的。挺好看哦，对了，我们除了谈点正事，能不能谈点别的？就比如，哎，明天就要发工资了，你跟我说这个，你是不是不想给我发工资啊？你就那3000块钱工资，你已经叫，怪不得人家说你刚，就说的是，走吧。忙吗？谢谢。哎，老板，我今天都忙完了。嗯，好。哎，等等。啊。你身上什么味道啊？闻我，闻我。不好吧？公司那么多人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讨厌！你就一次啊，下次别在公司了，你到外面。喂，你在干嘛？你疯了吗？这是公司啊！你让我闻你的干嘛？不是，我意思是，这个香水的名字叫闻我，闻着味道不错，给你买的。到了，啊，谢谢你嘞。奇奇怪怪的。老板，啊，我前两天看评论区里面说你脖子被蚊子咬，我特意给你买了一个防蚊手环。哎，还挺好看。算你有点良心。哎，你看那样挺合适吧？我就说我的眼光没问题吧？太漂亮了，老板，你的文件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我看眼睛打折，我就买了呀，我就。我明天下就去给我拿回来，我要跟你一起戴。我不管。我看两个便宜，我就。你别拿回来了。我要回去。哎，你叫我啊，老板。哦，对。手机借我用了。哦，行，给你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哟，浩洋，可以啊，有女朋友了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朋友圈都发出来了，你还跟我装？滚！哎，不是，我手机还在老板那儿呢。老板，哎，你是不是用我微信发朋友圈了？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这样我怎么找对象啊？我看你工作最近的话都没放在心上，我帮你收收心吧。那你要不把手环摘了，你让同事误会了。我不摘，管那么多干嘛？工作去。那我手机还给我。不行，这个手机你下了班我再给你。你还我。走了，下了班就给你。不，上班去了。好，加油！来，这走。我不撒手了吗？哎，老板忙着呢。嗯，我。是不是给你买了两个口腔喷雾嘛，送你的。嗯，味道不错。女士，谢谢您请。说吧，哎，就是那个方案，我想拖一下，等五一我休完假回来再说。谁说你五一要休假啊？不是法定节假日吗？五一呢，你要假装我男朋友陪我见妈妈。这个不太好吧？而且这种情况，我看网上一天都要500呢。哎，还有啊，只能一天啊，我还想回家相亲呢。五一哪都不要去了，加班吧。真有事请假呢？对，到哪都不能去。这个香水好好看，来，快点啦，回公司啦！急什么？还早着呢！哇，味道好好闻啊！我给你闻闻。哎，你买就买，你看我干嘛？嗯，快点啦！真没情趣啊！我信用卡好像不能用，要不你先帮我垫着。你要我付啊？我喷香水是你闻的多还是我闻的？啊，行，那你回去记得哄着我啊！哎，真的是。喂。你这个朋友圈什么意思啊？谢谢浩洋送我的香水。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也太抠了吧！就几十块钱的香水，你就想赖账啊？哎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好吗？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吗？我不管你几个意思，我就一个意思，你必须还钱。喂，还钱，喂。你干嘛？哎呀，慢点开嘛！你导航调好了没？快好了！等，好了！我看看这个路怎么走啊？哎，我妈？喂，妈妈。
儿子，有女朋友了也不告诉我。要不是我看到你朋友圈，你还要忙我们到啥时候啊？五一必须带回来，不然你就别回这个家了。我朋友圈发什么了？一路有你，你是不是又用我手机发朋友圈了啊？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我是想帮帮你们。家人老逼你相亲，现在多好呢，家人。是啊，不烦了，我现在家都回不去了。我的天，我在想什么东西啊？真是服了你了。找我干嘛？哎呀，别生气啦。哎，你说你整的这个事儿，用我手机发朋友圈，哎，这个玩笑开过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妈五一让我回去领个女朋友，我怎么交差？消消气了啦。要不这样，我陪你回家跟阿姨道歉也行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更过分了，冒充我女朋友发朋友圈就算了，现在你还想和我回家？你心思我不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想和我爸妈告状，说我不好工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你说是不是？算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啊，我真是看不过你了，我真的是，气死了。走，好。